Thank you.
出面有個紫衫仔嘅，有個會有好多顏色嘅。少少方法將個提子盒打開啦，開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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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見過呢啲？嗰度有個 USB， 你接上 USB 就全自動噶啦。係有條黑色線，有跟住有個 USB 黃色嗰度。它會撈大概，它都是重複的，它會撈大概，是開發機來的，不過 是概我們普通的手機 USB 就搞定了，然後它會大概撈不過它要電源的嘛，電源 就用我們普通電源來的，它會撈大概它會重複的，不過大概5分鐘左右，然後它會重複一次的，不過就是全立體的，用普通不行，普通平面的，不過這個就多了一個面咯，那些叫做立方體，好像扭計式一樣。這部是部小的，大的一部可以
可以將我哋啲鋼琴跟住啲鋼，跟住啲音樂聲，上上落。有啊，上得好啲啊！嗰一晚，我講埋啲細仔，我之前你哋，你中意聽嗰啲咩音樂啊？自己啊，佢會將佢全部變成得。哇！嗰一晚我發覺呆咗，我未見過啊！佢變緊咩顏色啊？跟住佢會繼續走噶。砌咗做立方體喎，好似立體式咁。你見過呢啲嘢未？音樂同埋科學，佢可以將任何一首歌變成立方體。要攞個實物出嚟，你先會明。你未見過啲真人咩？你掹佢點解啊？你細細眼。你見過飛箱音樂變成單色嘅？不過係唔係一盞燈喎？係不過就唔係太靈活，又唔係太熱度，佢淨係循住啲色啦上上落落咯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